题或者是在预防上面，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OK，那么前面哈，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讲三高啊这些哈，可以的话哈，你就 refer 回我之前有讲到的这几个 topic，就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哦，因为心脏病哈，尤其是这些心肌问题、心血管问题，通常哈。它的起因哦，起先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肥胖问题而引起的，再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喝酒、抽烟，很容易引起这个身体的发炎，食物油脂很高，很肥胖，缺乏运动，这一几个因素是最容易引起你的血管很容易。哦，有油脂沉淀，有钙化，产生粥样硬化的那种情形。那么如果它不幸发生在你的心脏外面的这种冠状动脉，你就得到这个冠状动脉心脏病。OK，那么当然，它可能也会发生在你的脑部的血管呢。你的这个。大动脉哈，这个胸前的这个大动脉呢，运送去你的肾脏啊这些都可能哦，或者是去你的脚部啊这些的大条的那个血管这些都可能会有阻塞的现象可能会产生。OK，当然目前为止呢，科学家已经证实了那么最大会引起这一些血管阻塞、沉淀，的元凶其实就是发炎，就是身体不断的发炎的现象，OK，这种症状那么血管受伤，那么血管受伤最容易让血管受伤的问题当然第一个高血栓，这个高尿酸，尿酸的结晶如果它在你的血液那边它会好像形成一个 crystal 在你的血里面跑动，通常这个 crystal 很容易会割伤你的血管。OK，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的血压很高，那么那个血会被压迫冲击力会很大在那个血管的墙壁上面，这些血液它跑动的那个压力会一直冲击那个血管的墙壁。那么这时候有时候会让那个血管受伤，OK，那么这个受伤的过程就会有发炎的现象会产错。生，OK，然后这个就是起点你身体里面的那些胆固醇就是在你的修复那个伤口慢慢就会累积然后那些油脂就会更容易会被卡因为有伤疤的那种现象，然后慢慢慢慢一个地方。这些沉淀物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直至那个血管有一个地方增厚，然后堵塞了你的血管。哎，这个就是冠状动脉先产生，影响到你的心脏，然后这些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让你的血液的浓度变得非常的高，然后你的心脏需要很大力的泵。这个心脏要大力的泵当然你的血压就会更高，心脏要克服，它的肌肉就要变厚，或者是那个心脏前面呢需要更扩张起来，让那个血液能够有更多的跑进去，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在你的心脏就会引起那个心脏的肌肉开始出现问题，OK，慢慢你的心会肿大。然后呢，你的心的肌肉会增加，会让你的心房、心室的空间变小，然后呢，就引起其他的这种心脏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在我们呢，这个预防这些心脏病的这个过程，当然是离不开这个三高，再加上高尿酸。如果你有这个时候已经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高尿酸。没有得到好好的控制，通常呢，不外乎半年、10年就会心脏病如果你没有控制好它，所以一定要记得那么我本身的例子呢，在我大概28、9岁的时候呢，我就有高血压，
那么哈，没有很好的控制，因为哈不啊对很多东西呢不认识，而且呢也很害怕那些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呢有时候吃药，有时候不吃药，这个就是哈导致哈那个血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OK，引起哈身体又有高尿酸，那么引起发炎的症状时常出现，也时常出现痛风那种现象。哦，里面呢血管哈就一直受伤，所以呢我的三条那个心脏哈的冠状动脉呢就出现粥样硬化，就是一条血管有好几个地方都已经 block 了，所以呢就没有哈办法呢应用那个哈吹血管的哈那个吹波吹气球的那个方式去哈疏通那个血管，因为有太多地方 block 了一条，而且三条都 block 了。所以呢，逼不得已就要做这一个绕道手术了，就从我的脚那边呢拿了一条血管啊，然后呢就去解剖这三条有出现阻塞的主要血管在那个心那边，OK，那么就跳过那个阻塞的地方，然后连接下去，让那个血液能够顺畅的运作啊，那么也让你知道我过去也是一个阉客那么这个就是最主要的原因让这个血管粥样硬化产生的而且我以前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肥胖的，OK，那么那个肥胖有大概125公斤，OK，听在说是一我个大概会二计师，十结婚过后29岁30岁好这样家。那个体重就来到差不多125公斤。OK，然后我到38岁的时候，这个心脏病就被诊断出来，然后就阻塞了三条的主要血管，OK，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产令生我了。清醒。OK，所以在管理以及预防心脏病基本上我们其实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管理好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和高尿酸。OK，因为前面我已经有讲过这些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尿酸，能够透过怎样的一些饮食改变这些来做一些的调理，我就不重复 OK 的去讲怎样来调节它我做一个 overall 的讲解就好了，等一下那么第二个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心脏病了，那么通常医生会做的第一个处理就是要改善你的血液的粘连度，就是不要让你的血变得很浓因为如果你的血液里面的油脂啊、糖啊这一些废物很多啊，那么你的血栓的形成就会更大的可能血栓的意思就是一些。矿物质啦，你的尿酸呐，可能一些的糖分呐，OK，或者是一些红血球啊，这些跟你的这个血小板啊，它们全部和一些油脂它们连接起来，然后它可能会我们讲的 crystallize 就是水晶化晶化了变成一块大大块的，OK，那么这一些都我们称之为血栓那么这个血栓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油脂形成的血栓，比较柔软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坚硬的，OK，这个伤害力是很高的那种现象，OK，那么这个血栓一定要将它避控免制它好。的形成。所以，通常已经有心脏病的人，医生一定会给你吃那些 warfarin 啊、aspirin 啊，这些都是为了要稀释你的血液，就是要让你的血液的浓度降低，甚至呢，让你的血小板不要这么多，你的红血球也不要太多，因为红血球很容易沉淀，然后跟这些油脂又跟这个血小板那去结合，变成块的，OK，血块这样子就是我们讲的血栓的形成，那么就需要这一些药物来帮忙避免那个血液变得很浓稠的那种状况
啊，这个水栓如果没有形成，那么你就避开很多可能会出现的中风啊，那个心脏病发作啊，哦，可能你的心脏的血管已经有一点阻塞了，现在又有一个血栓形成了，然后它去到这个阻塞的地方就 block 掉你的那个血管，然后这个心脏病就会发作。OK，然后第三点当然就是要提升你的血液的那个循环呢。OK 啊，因为心脏病就是血液循环变得很差嘛，所以我们第一个那个血液本身要保持水分要足够，不会很多废物，没有很多这种容易让它血栓形成的这个因素在里面，这样这个血液能够跑动得很快，那么血液才能够呢透过跑动得快去到你的肺拿到氧气。OK，然后它的跑动快才能够将营养跟这个氧气输送到你身体的细胞里面去。好，我们知道心脏里面的那个问题，就是因为那个血管被阻塞然后那个血液不能够将这个氧气以及营养输送到这个心脏的里面的这些细胞，所以那个细胞慢慢就会死掉，或者变得越来越没有能量。那么这一个也发生在其他身体的部位，所以呢，维持一个好的气血循环非常非常的重要。OK，所以有心脏病的人也应该要做一点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走路啊这样子的这些运动，瑜伽，来让这个气血循环 OK 能够更顺畅的运作。OK，那么第四个你可能需要抗这个发炎这些现象，OK，不要身体呢很容易发炎的那种状况。那么这个时候你的饮食里面那一些会容易引起发炎的，比如说 Omega 6，OK 是比较容易引起发炎的那么我们鼓励你在吃这些 Omega 的时候多一点吃 Omega 3，OK 就是鱼啊这些的这个良好的这个油脂。能够抑制这个发炎的症状在身体，然后多吃一些一定的高抗氧化的这些食物，来减低这些发炎的这些症状。OK，那么最后一个当然呢，就是要很好的这个睡眠，就是休息，确保呢你的身体这个甚至是。有得到很好的时间给他做修复，OK，然后心理状况能够在你的内分泌荷尔蒙这种分泌更稳定的状态之下，情绪管理能够更理想、更稳定、平衡那么你身体的内分泌不会很错乱，神经系统不会运作的很不理想。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讲到那种心跳那些问题，因为这个心跳是跟这些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在预防那一些这些因心率啊不整啊这个电啊这些那么一个充足的睡眠这个良好的情绪管理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OK，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预防心脏病的方向来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更有效呢？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你改善这个血液的这个浓度就要让你要改变你的饮食啊，然后可能你要做一些排毒啊，肝胆排毒啊，OK，或者是一些断食啊，净化，但是你又做不到，OK，很多的人呢。如果没有来到生死关头平常教他要净化一下那个身体，做一下清肠排毒，改善血液他都懒得去做。OK，那么这个呢就无形间再加上在饮食上面又不肯有很太大的那些改变，比如说我们鼓励你要吃多一点。好的油，你又偏偏喜欢吃那些动物的油，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难以避免的血栓的形成很容易产生的。然后你的气血循环，叫你运动
可能你又懒惰去运动，OK，让这一些循环不能够得到很大的那个提升起来，OK，那么这个当然再加上在饮食上面过多呢，引发会发炎的比如说这些煎炸食物呢，我们都很好喜欢吃一些新鲜蔬果啊，有高抗氧化的这种饮食我们都吃得非常的少。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当然很肯定的，我们一定会走向慢慢的那个心脏的负荷越来越严重，我们会先从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样一步一步往越来越深的那个方向延伸，而直到我们的血管有阻塞，OK，开始引起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那么今天当然我们是在推广这个 M-Laser 以及我们一个最新的产品，我们叫 CVX。那么这两个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克服现代人很懒惰啦，OK，不想改变呢的一个模式来提升他身体排解毒素啦，提升能量啦，OK，这个修复你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器官的功能。OK，调节你身体的系统，你的神经的运作啊，你的循环系统啊，而特别设计的一个医疗器材，以及一个我们讲的非常强效的一个保健产品。OK，那么你会看到好比说这一个 M-Laser，OK，它是一个很全面，第一个它首先呢，我们透过这个光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 M-Laser 呢，是应用光的原理一种红色的光，在650 nanometer 就是那个光频就是在650的这个光谱里面射出来的再加上呢，我们应用了这个镭射的原理，让这个光呢能够穿透你的身体进去你的血液然后会随着你的红血球的。它会附着在你的红血球上面，然后这一个光里面的这个光子呢会被运送到你的整个身体的细胞里面去。OK，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的方便尤其是目前马来西亚人可以说全世界的人都越来越少接触太阳。OK，尤其是早上跟傍晚的太阳。里面有非常良好的这些光，里面的这个光子呢，就对我们身体呢的酵素以及我们身体很多这些肝细胞的运作它有刺激的这些作用在那边。OK，我们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这一些光子很少接触阳光，比如说你早上没有去晨运，傍晚也没有去公园里面走走这样，那么你一天可能接触阳光的时间，通常都在中午最强烈的那个阳光的时候，又对身体很不好，那么你也避开，可能你拿伞呢，或者是你会包头包围这样子将整个人包起来，尽量不要给太阳晒到让你的皮肤变得不好了。那么这个呢，长期下来呢，就让你接触阳光的时间越来越少。那么 M-Laser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 design 了这个 M-Laser，因为阳光里面有我们一定需要的这个光子呢，来强化我们的身体。太过长的时间没有接触阳光的话，那么你的血液的制造会出现问题，你的骨头会出现问题，那么你的身体的这个器官的功能会出现问题，因为你的细胞能量的产生会出现障碍。OK，因为呢，在我们细胞里面这一个线粒体在产生能量的这个过程，我们叫做 ATP 的，它需要这个光子，需要阳光来催化这里的酵素反应，来加强那个酵素作用而产生这个 ATP，让我们的细胞有能量起来的啊。大约的就是
这样子一个原理哦，这种光就随着我们戴在手上半个小时，它就随着我们的血液整个身体跑动，然后将这个光子呢输送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的这个线粒体里面，然后这个线粒体呢就会制造这个能量出来。那么每一粒细胞如果能量产生的很强的话，我们知道所有的器官也都是能这个细胞做成的，所以这些器官就会被强化起来。OK，细胞这个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恢复得更好，运转得更好。那么肯定的，当这些器官能够配合协调得更好，我们身体的各大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啊、荷尔蒙系统啊，OK，你的骨骼系统这些有10多个系统，这些系统就能够运作得更加的协调、平稳。那么我们身体那个内在医生就会变得更强大、更有能量。那么我们身体呢，在我们晚间睡觉的时候呢，就能够修复自我修复的那个过程就会产生。再加上这个光刺激体内的这些干细胞，而且在熟睡的时候呢，身体产生大量的成长因子那么这些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与重新生长这些新陈这些细胞都有很大的作用在那边。OK，那么自然而然的，身体的各大器官会获得功能上面的提升起来。进而呢，让每一个系统能够运作得良好，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整个的身体呢，会在最前面的有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开始呢，慢慢的调节，那么整个身体血管呢方面会得到获得很大的那个改善，而让我们在自我疗愈的过程里面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起来。OK，那么这个就是。M laser 会在你身体里面发挥的那个作用，那么你会发现到 M laser 刚才我们讲了在预防性伤病上面，我们要第一个让你的血液能够很好的跑动，OK，M laser 就有这种特殊的效果因为这个光子呢会影响到你血液里面的一些酵素，然后它会刺激这种酵素的运作，让你的红血球变得很干净。那么如果你们有做过这个活血的这些试验呢，你就会发现到，如果这个你用了 M laser 之后，你会发现到你的红血球就很容易会打开分开，然后它跑动会变得很快，OK，让氧气跟营养的输送能够提升起来。然后第二个在这个 ATP 的生产过程之中，我们也产生一种叫做 nitric oxide 以及这一个。ROS 这两个物质，那么这两个物质呢，基本上第一个呢，它们是非常强的这种神经传导的因子来的，OK，就是它会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传导那些讯息因为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始讲那些心跳不规律这些那么其实这些很多这种心跳方面的那些问题呢，都跟身体里面这些传导就是神经的传导有密切的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神经传导变弱了之后就是身体传导这些讯息不够明确，那么你的心跳也会受到影响。又或者它有错乱的现象，那么你的心跳起搏也会出现有错乱的现象。所以呢，这个神经系统。就跟我们的睡眠、我们脑部这些分泌是直接有关系的，所以M laser 是能够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我们的内分泌以及荷尔蒙的。OK，那么这两个会让我们的情绪各方面获得很大的改善，然后我们的休息的品质能够提升，进而让我们的修复能够大幅度的改善，那么我们才有机会重新的将一些细胞来加以修复，然后一些不够强的地方，我们能够有再生的那个能力因为在我们睡的时候成长因子以及我们身体里面一定的干细胞的作用之下。
我们的细胞的新生哦才会产生。OK，so、okay? M 类似哈，在这一方面，对于促进细胞的新生，尤其是神经细胞的新生哦，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呢，它对于很多那些中风一些因为中风而破坏了他的脑部神经的运作的这些疾病，是有很大很大的那个作用在那边的。OK，so、okay? 为了要 cut 短哈。那么这个 CVX 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配合的话，当然是会更理想哈。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很，因为前面有一些老师也讲了比较详细的在讲解了这个CVX 的配方。那么我要特别的讲呢，是因为这个 CVX 是一个非常高氧化的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人参呢，千百年以来呢，对于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改善我们的血液品质，OK，有非常非常强的那个效果。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特别配方就是保存了这个 CMC 衍生人参的植化素这些稀有人参干燥它对于身体的这个修复。很多这种癌症细胞的一种抑制再加上很强大的这个沙漠沙棘果阿罗尼亚蛇里它们都是有丰富的高抗氧化物质的，能够降低发炎这些症状，那么能大幅度的降低血管产生阻塞，OK，或者是因发炎的问题而让血管有机会产生这个血栓，OK，或者是一些废物沉淀让那个血管变窄这些这样子的现象，OK。那么另外呢，这些特殊的人参干燥也对于一些这个形成了的这些blood 就是那个血块它也都有非常好的 OK 疏通这些 blood 的那个效果在那边。那么另外呢，它的这个 combination 里面我们需要比如说在改善我们的血管的弹性修复我们的血管的细胞里面需要的一些好的油脂矿物质在沙棘果，在这个阿罗尼亚里面，以及在我们的这个石榴里面，可以说应有尽有，就是我们身体要的所有的维他命、矿物质的营养素，在里面都完全都有，OK。所以你看，好像好的油，Omega 三六七九这些这个气是很稀有的它都含有在沙棘果里面所有的维生素A、C、E 然后矿物质这些微量元素OK，我们在这个沙棘果里面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踪影，而且如果你比较其他的这些物质呢，它的这个量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呢，它能够产生很好的，尤其在血液让这个血液的净化，让这个血液的稀释之下因为这个沙棘果这些油脂成分。里面的抗氧化，OK，然后它可以说可以媲美那些 aspirin 以及 warfarin 这些药物，所以呢，当你们在摄取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你需要多留意，如果你已经在吃这些 warfarin，在吃 aspirin，那么在你吃这个 CVX 的时候，你需要多留意一下你的血液的变化，OK，如果有出现过度的稀薄，那么你就要调整你的药物的那种现象，OK，比如说你很容易会黑青稍微碰冲一下就会蓝黑这种现象，那么这些都显示那个血的凝结会下降，那么当然在这一个 CVA 的这一个调配里面因为维他命 K 的参与这些。它对于这些血液的凝结这些会产生很大的那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在配合如果有吃药物的人呢，在这一方面需要稍微的多留意一下。
OK，所以呢，这个阿罗尼亚哈、哦、里面也是哈、哦、有很多啊、哦、这些花青素啊，就是说多酚成分呢、啊，有非常强的抗氧化物质，能够保护我们心脏的细胞免受哈、哦，这个细胞膜损伤和 DNA 分裂啊，OK，保护我们的肝脏啊，OK，增强整体的健康哈、哦，它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啊，然后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看一看这 CBA 哦，它的一些研究报告显示它的抗氧化物质的这个成分非常的高，对抗炎呐这些有很好的效果在那边。那么这个水果之王石榴基本上也含有非常丰富的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里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质也能够呢促进很好的消化效果。降低血压、胆固醇、抗老化，减轻你的关节炎，然后促进呢你的心脏的健康。所以呢，在这一个良好的配合之下，你会发现到，在以我们的 M-Lase 一起运作的话，OK，它对整体呢你的血液循环、血管、心脏这种肌肉的重建，然后你整体身体比如说你的修复。晚间的睡眠，这些都能够大幅的提升，而让你整体的内在的这个能量能够大幅的提升以及细胞的这种修复，以及在肝细胞的作用之下呢，身体细胞的新生这些也会强大起来，那么自然而然的呢，对于当然对于预防心脏病，它就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一些已经有心脏病的。那么它会有很好的这个调理作用在那边。那么如果因为有时候呢，心脏病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通常呢我们是比较建议如果能够的话是有心脏病的比较严重一点的，最好能够跟医生一起配合，用 M-Lase 吃一些一定的这个 CVA。然后可能你的一定的药物的这个协调，能够同时的进行的那个效果会更强的、强大的产生，那么能够避免这个可能之前的一些症状能够降低下来，或者是避免可能会再引起那这种血栓的形成。然后更加有效的控制好你的血液的流速啊，血液的循环、心脏的负荷这些都能够大幅度的提升。OK，当然如果你有兴趣一定的这些饮食上面再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里这些能够清理血管的这些物质，你也可以在平时你的饮食里面稍微的增加一下这一些东西。比如说好像这些大蒜啊，OK，洋葱啊这些甚至好像我这样长期我就会有用这些黑大蒜泡一定的那些红酒啊，每天我会一喝一点点下去一小片这样子，OK，那么这些都对通血管啊这些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在那边的。那么讲到最后你看已经足足讲完了，我都没有办法将所有的这个心血管cover 掉。那么这里呢是要让大家知道，OK，这个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心的肌肉产生的这个问题而引起的这些心脏的状况，以及心脏的这种衰竭，OK，我们透过M-Laser。能够呢给它一定的那个调理作用，如果再配合这个 CVA，那么就真的是里外就对整个身体的修复产生一个最大程度的改造让你身体里面的油脂啊，OK 各方面的这些可能阻塞的这种现象，透过你自身的身体的这个修复清理，它慢慢能够让一些已经成立了的这些病症能够逆转回来。OK，这个我今天的
基本上的这个分享哈，就到这边为止。那么就看看那哈，么就大看看家到有没有大什么家问有题哈？问题哦。啊好，，OK，谢谢我，Mr. 希望大家Lin。不会听着哈，头转转了哈。因为这个资讯非常的多。哇，很厉害哦！我们还是保持31位同学啊，给你们一个热烈的还掌很声清醒哦，果然是啊！哈哈很好学啊，哈，全部。还有你们还好吗？你们还好吗？哇，原来哈，你看我们的心为什么这样乱呢？原来它是构造很复杂，所以你看，Mr. Lee 一天都讲一个课程呢，完全是讲不完我们这个心太乱的这个课题啊、哦！哇，谢谢 Mr. Lee 啊！哇，还有，所以你们有要发问问题的吗？我知道你们像我这样听了，可能 maybe 20%、80%是不懂的，不用紧，幸好我们有做 record。然后呢，你可以再重复的听，然后再重复的学习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来，你们有什么有要问的吗？你举手哈，我就可以 unmute 你的麦了。有东西有没有人现场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的？有吗？哦，Mr. Lee 他们都很厉害哦。有问题要快快问哦，因为今天华语的我会答得比较流畅的哦。他们大家都吃了 CBA，10点半要睡觉了。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们要问的问题我已经答完了，讲完了全部。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周老师这个课题对我来讲哦，真的是很深。我想他们也是，因为我们是 kindergarten 啊，这个是大学的课程啊，对吧？有同感吗？你们有同感的就给我一个一下。Mr. Lee 讲的这么辛苦了，你们只是讲谢谢罢了，要讲啊，Mr. Lee 的有吗？如果跟我同感的，给我一个一下子。有谁冰生功啊？谢谢你啊，他是非常支持我哦。还有 Ong Yong Sing、Adeline、Grace Jean 啊，我们是 Kindergarten level 是不是？不用紧，一起学习。Mr. Lee 很愿意继续教我们。好，因为啊，我讲我们刚刚开始做 MBA 的时候，Mr. 李老师就是我们的老师，OK，因为我们常常在 李老师的旁边听他怎么做活学，怎么解释，然后怎么来去。哇，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各位同学们31个人，有人举手了，等一下我看是谁，Jasmine，好，Jasmine，你可以说话了。Mr. Lee，谢谢你非常棒的分享，我们真的是受益不浅哦。OK，来，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那个 WAF 的。So OK，有一些人，我这里有个顾客哈，他讲他的 WAF，说关是关不紧吗？有这样子的吗？有的吗？说那个是什么原因哈？说我们的 MLASER 如何可以帮到这种人呢？我下一堂课就讲那个 WAF 哦，咯，就讲那个 WAF 啊。OK，今好，这样天没有我办们法今天讲。就不谈。OK，好，我这样们我们下一就堂留下课啊，堂课。有很多因素哈，会引起那个 WAF 会关不紧的，而且哦也很头，OK，OK。痛的，不容易修复的哦，这样子哈，对，OK，好，这样我们就期待下一堂课。谢谢那个 Mr. WAF 没的有更啊，难讲哦。好各位同好好，我们学，期待下堂我给课。你们一个功课，李老师叫你们去准备一些课题。大家常常其实真的我也是有听到我的客人有很多哈，他们真的是这样子讲啊，那个 valve 关不紧的啊，其实真的很奇怪。刚才你听你看那个构造哦，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心真的很乱，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心啊。好。然后又让我其们长实，知识了哈，基给本你先上讲。哦，我是鼓励哦，大家最基本的哦，要学习到哦，第一就是，可能这种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它会出现那些症状哦，那么你最好能够掌握得更好，因为可能有时候一些顾客救哦，到人你可以救到他的，因为我也救过蛮多的人哦，了。他们那些症状出来，他还不知道他的心脏已经有问题了。他总是要等到很危险哦，要
送进医院哈、哦，有时候如果你幸运哈、哦，当然你是比较慢性的那种，你就呼吸困难，然后你进去医院，然后被检测出来。如果你不幸运的话，你就是那个 heart attack 一下子来哈、哦，你进去医院哈、哦，来不及救你就死掉了。坦白说，我有一个侄儿哈、哦，就是这种问题哈、哦，他送去医院，我去到医院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医生在做 CPR。然后惦记他，然后就救不回就死掉。嗯，所以平常哦，那个症状哦，我们要对他有一定的了解，因为那个症状其实有出现的，你没有读到，你不知道是你的心已经有问题了。OK， 所以重复的听一听那些症状是怎样的啊、一些更前期的，比如说那个胸口哦有 red spot 啊，啊开始上楼梯会比较喘，这些你都要注意了的，已经弱了那个心脏。如果有出现那这个脚会肿这些，然后第二天又消失，更明显可能那个心脏已经越来越差。OK，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你们要先掌握好的。OK， 然后才来分辨哦，他属于哪一个了。OK， 因为你知道了这个，送他去医院，医生会帮你分辨的嘛。他是肥大啦，还是什么啦？哈、哦，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呢，还是那个 waft 的问题呢，还是血管的问题 ？OK，OK，、okay? okay, 好、嗯，各位 Ventures 的家人们啊，因为我们是人啊，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课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学起来，我们不要讲去救别人了、啊、先救我们自己和救我们家里的人好吗？我觉得这个尝试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啊，这个尝试啊，所以大表哥常常讲，没有见识就要看电视，没有看电视就要上来听李老师讲故事了啊，李老师对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顺哦，讲到啊，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用心啊，用心来学习啊，不只是可以救，不要讲到救别人先啊，先救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家人哈、啊。所以呢，我希望在这个 Healing Ministry 里面呢、啊，各位 Ventures 的家人们，我们不要自己上来罢了哈。如果你打算今天要上来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要怎样子讲啊？带我们的朋友上来好吗？带我们的朋友，让他们长长见识，然后不要让他们只是看电视，因为电视不一定会讲这么深刻的一个东西，啊，也没有讲到这么 interesting 的一个话题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 Ventures 的使命，每一个 Ventures 的家人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健康带给我们的家人和我们身边的人哦、啊。所以呢，你们大家都没有问题，也十点半了哈，明天大家还有上班的。那我们星期五见。我会是 facilitator， 我们 Mr. Lee 会继续讲英文，所以如果你有 speak the English 的朋友，请你邀请他们上来，我们的 ID number 是一样的，同样八点半，然后你们可以准备一些问题要问的啊，我们就敬请期待 Mr. Lee 的分享哈。所以如果我们早一点进来，我们可以交通一下。还有一个要求哈、哦。尤其是如果是英文的这个讲座的时候，那么如果你们要问问题，我是觉得哈、哦、通常我们就是大概知道要讲的问题是讲的课题是什么哈、哦、那么你们可能就要稍微的看一看哈、哦、收集一点资料，就要问什么问题，要不然有的时候你啊、这个时候你才叫你问，你问不到 OK 不懂怎么问。那么另外呢，如果是英文的哈、哦，我是建议呢，在我还没有开场讲的时候，你先能够哈、哦，给我那个问题一下，因为呢，有的时候呢，有太多那些英文的 terms 哦，不是所有的 terms 我都能够和记得哈、哦，英文呢，这个是什么来的哦？因为我看到呢，如果你之前哦先给我。知道一下那些病啊，一些什么哈，因为那些病的名字都很难记的哈，我不是所有的名字都能够记得住的，
所以我需要做一点 reference， 那么等一下我回答你的时候啊，会比较好一点，那么你也不要让我这么容易出丑啦 OK 啊，因为有太多太多这些疾病的名字啊，我觉得当然啊，因为可能我也不是一位医生啊，我的专业程度也没有去到啊，所有的疾病我都会啊 OK 啊，当然如果你有问题我是能够解答你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我需要弄明白了啊，我才能够更明确的哈，让你知道会比较好一点。OK OK， 我想哈，大家又有问题来了哈。OK，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现在还有新朋友在线上吗？如果请你给我一个亿好吗？对，我知道我有多少个新朋友，然后我会告诉你怎么问问题好吗？有吗？当下还有没有新朋友？如果没有的话，那如果你是我们 Ventrust 的家人，叫你给我一个二好吗？如果剩下来的这个26位你都是我们、有一个一来了，一个来啊二来还有吗？26位全部都是我们的 Ventrust 的家人吗？哇，有好多位都是我们 Ventrust 的家人啊。好，那么我告诉新朋友，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提，然后你就提给你的带你来的介绍你来的那个朋友 OK。 我们有一个 Ventrust 的 chat room 是 Emerald 以上啊， Ruby Emerald 和 Diamond 都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可以把问题提在那个地方， Mr. Lee 就可以看得到了，对吗 Mr. Lee？ 对对对对 OK， Mr. Lee 也在我们的那个 group 里面，所以呢你把你的问题提给介绍你来的那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是在我们的 group 里面的，他就可以在那个先提出问题哈，所以我们就 Mr. Lee 就可以提早准备一下，或者是在那一个课题的时候呢就讲解的比较详细，因为我们就知道有这样的问题来哈，好吗？OK， 谢谢大家 Ventrust 家的家们，我们星期五见哈，请你带你的朋友来，因为我们大家都来了，都摆来了，所以带三五个朋友来也是一样来，我们可以造就到更多的人，我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啊。好，最后那个 COVID-19 又回来了哈，大家要保持健康戴口罩勤洗手哈。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BOB 我们会继续，因为我们要预防那个未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在 Ventrust 公司太体贴了，我们在 MCO 的期间我们开始了这个 VOOP meeting， 我们其实成交这个成交的成绩单也真的是很不错 OK， so 大家 Ventrust 的大家家人们，我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 say bye bye 了哈，Good night 啦，大家好不好？我们星期五见，同样时间8:30。谢谢我们的 Mr. Lee， 谢谢李老师。OK， 好，再见，谢谢大家。大家再见。好， okay， 大家再见。拜拜。如果要跟我们讲拜拜的，就开你的 video， 然后我们可以跟你们说拜拜啊。有吗？有人要跟 Mr. Lee 啊 ，Adeline， 谢谢，拜拜 ，Adeline， 你不要看给我们看看你的脸咩？Good night, everybody.